出来。OK， 终于打死了这只地鼠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枪校准好之后呢，再去打老鼠。枪打得准不准呢，跟校枪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。那就算是你技术再好，枪是不准的，那对不起了，这个猎物跟你无缘了。击中目标之后呢，它会变成黄色，特别的明显。第一，那往左边调整五度。子弹呢，我们选用.22的小子弹。气枪校准的方式和真枪没有什么区别，所以我们先试射几发。经过调整之后呢，现在基本上可以命中靶心。那待会儿呢，我们再试射几发之后，就可以去打老鼠了。现在地鼠已经挖了两个洞了，一个在这边，还有一个在这边。所以平时撒狗粮怎么来的？就这么来的，给它周边撒点狗粮。那现在呢，已经准备就绪，就等着这个小老鼠探头了。那很多人会说，这个小老鼠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伤害它呢？啊，其实是这样，这个老鼠呢，看从哪方面，可爱吗？也有可爱的一面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真的是挺让人头痛的。平时呢，我其实挺喜欢小动物的，但是这个老鼠这个东西我真的受不了。那个，但凡有机会，它会往你屋子里钻；但凡有机会，它会往你房顶上钻。然后把你种的蔬菜都给吃掉，把你种的水果都给吃掉，然后会把你家里的电线全给咬断，还有水管全部咬坏，真的是挺头痛的一件事儿。所以这也是被逼无奈呢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一枪毙命。OK， 终于打死了这只地鼠，一枪爆头了。OK， 解决了。